欢迎收睇资讯 Ultra。之前咧，你有分享过 Infinitive 嘅耳机开箱。对于声音同埋价钱方面咧，我个人觉得咧性价比真系几高。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多啲，可以睇翻之前两款耳机嘅开箱评测。最近 Infinitive 咧又推出咗新耳机啦，名为 Infinitive 嘅 i68TWS， 而且今次咧仲要系圈铁混合单元添。开场白唔讲太多啦，即刻进行开箱嘅部分先。好啦，先嚟睇下包装盒先。封面咧就有翻呢个 Infinitive i68TWS 嘅耳机啦，同埋充电粒嘅。而后面咧亦都有讲到今次嘅规格嘅解说啦。好，打开盒先，一揭开有张好靓靓嘅牛油纸啦，上面印满 Infinitive 嘅字嘅。然后咧就见到充电盒啦。拎出嚟嘅时候咧，你就会见到充电盒啦，同埋咧耳机咧就喺埋充电盒里面嘅。而另外下面呢一度咧，应该系咧一个充电线啦。今次咧系采用到呢个 USB Type C 头嘅。再低一层咧，你就会见到系耳胶啦，同上次300一样啦，亦都系咧有唔同大细嘅耳胶嘅，咁啊方便大家唔同嘅耳型啦。再最底呢一度咧，就有翻个使用说明同埋个保养证嘅。OK， 好，咁啊，开箱嘅部分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好啦，我哋咧先嚟睇下充电盒先。咁圆方边嘅设计啦，配合翻咧真皮质感嘅包边，俾到我一个咧好有贵气嘅感觉。盒面咧印有 Infinitive 嘅 logo， 充电盒咧都几轻盈噶，拎上手咧都唔觉得有啲咩重量噶。背面呢个位置咧就有翻个 USB Type C 嘅充电口啦，而揭盖方式咧今次都几特别，以一个咧360度旋转嘅设计啊。向左或者向右推咧，都已经可以揭开盖噶啦。咁你推开咗之后咧，就会见到耳机嘅真身啦。而同时咧，耳机亦都会即刻同设备进行连线。至于配对嘅方法咧，亦都同一般耳机系几唔同噶。平时咧，我哋习惯咧将对耳机拎出嚟咧，就会同设备配对噶啦。不过咧 ，Infinitive 嘅 i68TWS 咧，就需要透过充电盒里面呢一盏 LED 灯咧，进行首次嘅配对噶。只要咧揿实呢个 LED 灯两秒咧，就可以同你嘅設備進行連線噶啦。咁連線好咗之後咧，以後大家咧只需要揭蓋咧，就會即刻咧同你嘅設備咧連上噶啦。另外，耳機槽咧都有磁吸嘅功能啦。不過耳機擺放嘅方向咧就剛剛上下倒轉，變咗拎出嚟嘅時候咧，你又需要調翻轉隻耳機先至可以收入耳仔，相對嚟講咧就唔係咁順手啦。手指如果唔系咁灵活嘅话咧，就好容易咧转呢一下嘅时候咧就会跌落地下。呢一方面咧就有待改善啦。讲讲耳机嘅部分啦，外形咧就同 i300TWS 有啲相似噶，不过今次咧 i600TWS 稍微咧正方形咗一啲。耳机操控上面咧同300一样，都系采用翻 Touch Control 嘅设计啦。侧控面板上面咧有一个好大嘅 Infinitive 嘅 logo， 周围咧有个银色外圈咧包住噶。腔体上面咧睇埋去就好似好大粒，但佩戴起上嚟之后咧，又啱啱好可以藏入个耳窝，就唔会突晒出嚟。耳管咧就唔算好长，配合翻除咗附送嘅耳胶，物理隔音咧都做得几唔错。大部分嘅外来声音咧都可以隔到，当然太近嘅人声或者地铁运行嘅声音咧，多少都会听到一啲。耳机亦都加入咗呢个佩戴感应器噶，当你除低耳机嘅时候咧，音乐咧就会自动暂停噶啦。而今次 i68TWS 咧支援左右独立传输，即系话咧可以单边使用啦。呢一点咧喺使用上面咧就可以更加灵活啦。规格方面咧，蓝牙版本用紧 5.0， 达到 IPX5 嘅防汗防潜水嘅规格。频率方面咧介乎于 5Hz 去到 22kHz 噶，咁比一般耳机咧个 range 就大咗好多。续航力方面咧，耳机一次充电咧就可以用到7个钟。而充电盒咧就可以额外提供17个钟头嘅回充电量，两者配合使用咧就可以用到22个钟头啦。耳机同充电盒咧都同样咧可以支援快速充电。如果讲到耳机嘅话咧，只要充电10分钟咧就可以用到1个钟噶啦。而充电盒咧只需要充电2个钟咧就已经完全充满啦。呢个设计咧又真系几方便。简单讲下操作先。左右耳机咧，任何一边咧揿一下咧就可以播放，再揿一下咧就可以暂停噶啦。而左右耳机咧揿3下咧就可以叫出语音助理噶啦。而右耳机咧揿2下咧就跳落下一首歌。长按咧就系增加音量，或者有电话嚟嘅时候咧揿1秒咧就系拒绝接听。而左耳机咧就揿2下返回上一首歌。
長按就是減低音量，而當使用電話的時候按一下就是接聽，再按一下就是收線，整個操作都是很簡單直接的。來到聽歌的部分， Infinitive R600TWS 給我感覺是三頻順暢，細節豐富，清爽亮麗，節奏感明快，整體是偏向歐美流行曲的風格，聽 Live 臨場感都做得挺不錯。講到低頻方面就夠了紅壯隆重了，下潛力深，彈性好，中頻稍微薄弱了一點，聽流行曲人聲靠前而且是埋身的，好像聽 Jam 或者是 Joey 這一類唱功好的歌手，你會發覺人聲越聽就越好聽，高頻能量感充沛，不過稍微有些過火，齒音又多了一點，就好像聽回 Beyond 的海闊天空，初段鋼琴伴著家居唱歌那段就真的夠了感染力了。敲打 High Head 和 Snare 部分都表現得清脆明亮的，不過去到中段樂器比較多的時候，聲音就稍微有些混亂了，但去到尾段電吉他 solo 部分即刻又醒神了，完美表現出樂手的精湛創藝。至於打機看片，暫時都未有發現聲畫不同步或者不對嘴的情況。至於通話質素，我又做了測試了，大家一起看看。Testing 123 Testing 123，現在戴遠先接的 R600TWS 進行這個互網通話實測，現在呢我們都是戴著口罩邊行邊講的，由於耳機呢就可以左右獨立使用的，現在呢我們戴了做了耳機自己試的效果是怎樣，大家覺得聽出來是怎樣。之後來個總結，Infinitive R600TWS 是一對節奏明快、活潑熱鬧的耳機，獨特的揭蓋方式、簡單的連線方法、輕觸的操控功能，加上採用圈鐵混合單元，集大成於一身。不要講到挑剔的地方，觸控就未有加入聲音的提示，而且都未有 Apps 支援的。不過以售價不夠1000元來講，集齊曬以上所有功能都已經算交足功課的了。好了，今次的耳機開箱評測就來到這裡了，中意嘅话记得俾个 like， 有问题喺边留言。如果未订阅嘅你，记得 subscribe 翻。嚟紧咧，我哋会有更多耳机嘅开箱评测噶。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